是大侠，你休息，打扰了。多谢大侠救命之恩，我走了。姑娘，天黑路险，你如何下山？后山有一条小路，我知道。谢大侠。 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。和尚，你天天在这里等谁呀？你是不是在等印度来的买客呀？贫僧在此修行。<笑>和尚，你就别骗我了，在这大沙漠里。 你修什么行啊？我们这里地处边陲，人烟稀少，朝廷又鞭长莫及，这就成为倒卖古董宝物最大场地了。那官府不管吗？历来官府是睁只眼闭只眼呐。 暗地里，却充当不法商人的保护伞。因为印度人出售阔气，大家都愿意给他们做买卖。可是印度人很狡猾，从不直接露面。每年8月15前后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，都身带各种古董宝物，聚集在这里，寻找印度客商。 为的是卖掉手中的宝物，赚个好价钱嘛。可印度商人往往自己不出面，他们委托懂货的当地人接头看货。如果是真货，又在安全的情况下，印度客商才会在沙漠里出现。所以啊，很多人都坐在这里。 等待印度人出现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每年都有很多人为了卖掉自己的宝物，等死在这沙漠里呀！阿弥陀佛！哎，豆腐脑来了！ 小师傅，回来了，先吃碗豆腐脑吧。哎，多谢施主。小二，哎，上碗豆腐脑。好嘞，豆腐脑来了。掌柜的，这和尚已经欠了咱们饭钱了，怎么还给他吃啊？没看到人家是个盲人吗？多可怜啊！ 人要多做善事积德。哎，好嘞，客官，哎，您就豆腐脑。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所有来过的人，我都问过了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怎么还没有来呢？这都一个月了，也该到了呀。
跟我约好8月15相见的，还有5天就要到了，快来吧。哎，老板娘，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听说这少林寺的人和江湖上的人都在找他呢。希望不会有事儿。来，老板娘，我来吧。赖皮，我就不信你没有银两。三世诸佛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桃花，以后你要是看到和你戴一样玉镯的那个人，他就是你的弟弟小杰。你一定要找到你弟弟，好好照顾他。老板娘，怎么样，这镯子还值几个钱吧？小二，把它还回去。哎，老板娘，那臭和尚吃饭不给钱，这镯子。小二，还回去。这，去呀，去。好吧。来，品一品，尝一尝，好吃的西施豆腐脑来。老板娘。哟，钱公子，到我们这里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呀？我们好去迎接呢。来，钱公子，请。哈哈，你真是比西施还美。钱公子，你真会开玩笑，请。钱公子，我去给你上菜啊。小二，给钱公子上菜。爷，您慢用。去把你老板娘叫过来。爷，我们老板娘这不正给您准备烧菜呢吗？过来。多嘴。钱公子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我从来不为难女人。来，把它喝了。钱公子，你这不就是在为难我这小女子吗？不喝也可以。那就让本公子亲你一个啊。钱公子，来吧。住手，你住手，你住手。来吧。我就喜欢看见女人挣扎。
来，住手！谁呀？谁呀？是你吗？怪，你谁呀？你以为你是我爹钱多多呀？今天就算你是我爹，老子也不会放过你。